那人家过来给我送副一台了，我不得感谢一下啊？你感谢一下是？我还说跟他晚上出去吃饭呢，想着怕你不开心就算了。哎呦，还要跟人家吃饭了？那这正常对吧？那人家给我送副一台，我是不是得就是请人家吃个饭啥的？你没见你给我送副一台了？哎，我天天可是给你送饭的人。哎呀，咱们要好好学习是吧？我们都快毕业了。走吧，去先给你买东西吃。你看我天天对你多好，又是这个吃的东西、喝的东西、住的东西、用的东西都是我给你买。就是我谢谢你啊，哎，你最好了。人家给你送个复习材料，你就是给我，所以我才说，我说我不想欠他的嘛，我说我请他吃饭了，然后想着你也不在，下次跟你一起去跟他一块吃吧，可以吧？啊，你这样想的，嗯，行，走吧，买东西吃。咱们点点赞就行了，别老送礼物，这个礼物他没还不如给我点点赞了。看这啥？这个光头强。哎，我给你模仿一下这个熊二的声音，你听听啊。嗯嗯嗯，熊大，光头强又来砍树了。熊大，光头强又来偷吃俺蜂蜜了呀！光头强又来偷吃，哎，不对，应该熊大来偷吃蜂蜜了。哎，对，谁吃蜂蜜啊？就是熊二吃蜂蜜啊。熊二想吃蜂蜜，啊，是吧？熊大，俺想吃蜂蜜。哎呀，你怎么什么都会啊？是吧？这个跟你在一起，我就是得千锤百炼，啥都得学会。进店显号，签到签额，数量有限，看完为止。欢迎新老顾客进店显号。这个，挑挑看想吃啥。真行，你要选哪个？这个是不是没有？这个应该不够，我都行。他们说你长得好好看。谢谢。应该你找找。哎，这个红的是不是挺好吃的？应该好像被别人买走。啊，这个你们要吗？啊，那没事，那你吃，那你吃。那要不要这个也看着也好吃？好，行。哎，你好，你帮我拿个毛毛虫吧。等一下。我一会儿让姐姐帮你拿。我来拿，就来拿。给这个帮我们包起来。我要这个。对，这是他的。啊，这个是我们的。对，这个是他的。然后我要这个。啊，行。好，谢谢。还要哪个吗？你就是注意的，这边有活动。就一个就行了。吃别的。宝贝，别夹了你的手，小心点啊，哥。你还想吃其他东西不？不想，都不是特别美味。就是，咱俩现在算不算在一起了？你了呀，上次我跟你也没回答我。不是，你这可不能怪我呀。为啥不能怪你？你没回答我，你还怨我？一会儿再跟你说，等我买完东西。行，那你先买吧。拿着去，拿着。好的，好好好。你可以入座。他不是，他们老让我亲你。他说等会儿我都能亲了，家人们。嗯，对。谢谢。这样的话，草莓会掉了。走吧。那个我就不吃了。走吧，还不过。走。先帮你洗面包，这边现烤面包可以看一下吧，二十一整。他不是，家人们，咱们别带节奏啊，别老让我亲他。他们在说什么？他们老让我亲你，你看这。这些都是我们，哎呀，我们私下的事情呀，这大庭广众的，还是算了吧。啊，对呀，你看这个范范说挺对的，这个你像。情侣之间他们得有私生活呀，是不是？谁能天天腻在，就是出了门也腻在一块儿，多不合适啊。啊，确实。你不是把你俩
那个你爸你妈好点了没？哦，我妈在姥姥家。啊，就是、反正我也想明白了吧，就是他们的事情就让他们自己解决吧。那也不能说，我妈总说要不是为了你怎么怎么样，那我感觉我都长大了，我也不想让他们老以为老因为我的事情，就是你说真的两个人真不想在一起了吧，那就是吧，我也不想说那么多了啊。其实你这样想就是对的。嗯，我也感觉 而且就是大人的事情让大人来决定吧。其实昨天我也不应该凶你了，我就是感觉我前一天晚上太委屈了，我才那样跟你说话的。没事儿，那个家人们，咱们这个兄弟们啊，别刷礼物了，这个给我们点点赞就行，咱不要礼物哈。理智消费，理智消费，咱们别乱刷，都是我觉得在看我们直播的应该都是这个学生，咱们就别刷礼物了，这本身就没几个钱儿，多给自己买点这个复习材料，考个好大学。嗯，是吧？你们喜欢看我俩，就是我俩的生活就挺好的。嗯，那样咱们别带节奏，老让亲老让亲，腻不腻啊？是不是？就是人那么多呢，这是我们两个私下的事。不是，你看，这么多人呢，那咋能说起？而且还有很多小朋友。对呀、啊，这个咱们不能引导小朋友就天天去亲亲亲呢，是不是？那这个拉拉手还是可以的，是吧？拉拉手还是可以的，对吧？咱们去逛逛呗，行吧？然后那个，我想着是啥呢？想着是，以后咱俩能不能有啥事儿，就是别生气，别吵架。没想跟你吵架。啊。那个，我看他们都想让我露露脸，这个我是没法露脸。太丑了，不行。啊，我长得太丑了，没法露脸。你牵手，这不是牵着了吗？你看。那咱俩得这样亲，哎，这才像情侣嘛，是不是？是情侣不是？是啊，是吗？不是，你确定好哈？你要确定？不是，不行。啊，我说你现在你要做我情侣的话，我现在都发个朋友圈，我这个官宣，哎，不是你咋还这样了？就是牵着牵着都不亲了，不牵了。谁跟你对象啊？你，我才不是。哎，本来想着你表现挺好的，就咱们两个就在一起，但是谁让你不接我电话呢？你还让我找不到你。不是，我那天是真睡得太早了，然后我就没接上。这不是第二天，我第二天不是你看一早都过去找你了，我一到这个教室里头，我发现你不在，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，我就问你们那个宿舍的这个女同学，她说你请假回家了，我这迅速的都回来了。我不管。你知不知道从学校到这儿就是这个公交还不方便，还得转地铁，转完地铁这个我还等不到这个最后一班公交车，然后我就骑着自行车就跑到哪家去了。你想我多操心吧。那你好辛苦呀。是吧？你辛苦我也不想原谅你。哎，你刚才都说过原谅我了。没有。那个咱别刷礼，老刷礼物了，行不行？别老刷礼物，咱们就是这个给直播间点点赞，行吧？咱们都是学生，是不是？咱们得多努力，这个上学多买点复习材料，对吧？他们说好想让范范当他的女朋友啊，他说想让你跟他们谈恋爱。那不行，他们肯定没有你爱我。呀？哎，不，是吗？我好像行啊，谁想跟我谈恋爱啊？就是好多人呢，你揪一个长得帅的，揪一个长得帅的。你们不用担心我们。你们都吃饭了吗？应该都吃了吧。暗恋三年的女生，我真是暗恋了她三年，就从大一我都喜欢她，她都感觉不出来。她那个时候，我都不知道她是谁。我大一的时候，你知不知道大一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去你们宿舍楼下，就那个时候我都想跟你表白了，但是那时候你追求者挺多的呀。没吧，也就也就多少啊？
也就一丢丢吧。也就一丢丢。那个时候，哇，天爷，追这个范范的男生一堆。你老搁这夸我。还有喜欢你的女孩，你别当我不知道。那、哎、肯定有喜欢我的，那谁还没有几个暗恋对象啊？是不是？